同事们好，朋友们好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龙哥。起来到现在4个小时了，今天外面的温度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说。那个下雨，要下1个星期的雨啊。今天呢，在家里等待海鲜的到来，今天订了那个梭子蟹，在日本订梭子蟹，很大的，差不多半斤到6两一个，1公斤好像他说是2个。那么龙哥今天订了2公斤，那么大家可以一算就算出来到底有几个啊？那么差不多2800块，1公斤，感觉还是挺划算的。不过呢，到底怎么样要等它货品到了之后才能知道。今天晚上龙哥就开始烹饪啊，那个葱姜啊，炒一炒是吧，再炒一个蔬菜，弄一个汤就可以了，弄一杯奇楠小酒，顺便呢再泡一壶0085澜沧古茶，里面要加一点老陈皮啊，我这样吃起来呢，既可口又去火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普洱茶有消食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我现在不想太胖，最近的体重在143斤，下来了至少有4斤、5斤、6斤了，瘦了6斤，感觉很开心。否则已经超过153，看吧，尤其这个肚子下不去。缺少锻炼，待在小白楼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不想出门，也没办法出门啊。这两天呢，特别想安静，无人打扰的模式，感觉蛮清闲的啊。有时候呢特别想，有时候呢特别不想。咱们废话少说，我等到现在那个物产店还没有帮我送，真的好奇葩啊！这个办事效率太高了。中国物产店呢基本就这样啊，但是呢我觉得在日本桥那边的友谊商店啊，东西还是相当不错，东西又充足啊，货物又齐全啊，挑选的余地非常大。其他一些呢，我呢也向他们提出过一些意见，一些小的小物产店啊，我说你们东西应该多准备一点，多准备一点客人所需要的东西。啊，好好好，有没有豆干？有有有有有。有没有辣椒？有有有有有。有没有小米椒？有。到了那里一看，他给我一瓶小米椒，腌制过的小米椒。做生意不能投机取巧，人家客人问你什么油啊？有有有有有有。他像钓鱼一样的，然后你很开心，麻袋一拎，跑到他店里。准备去打扫荡，到了那里一看什么都没有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到都到了，总要买一点回去吧，是吧？这就是真的是无话可说，我也不想在这里说，好吧，给他们一点面子啊。好了，不聊了，我准备出门了。好了，现在出门买东西，今天又是个下雨天，差不多在24度到5度左右，在小白楼的后巷走走看看，为大家去啊逛一逛，拍一拍了。其实也没啥好拍，每天的日常生活也就在这样啊，在日本就是这个样子。小白楼的后巷，这里有一棵樱花树，到了樱花季节的时候，这边就可以看樱花了。
小小的后巷，安安静静。日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小白楼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停车场的那栋白白的房子，就是小白楼。明秀，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呢，也是挺不错的。龙哥自己设计，按照比较中式的文化造了这一栋楼，外面是洋式的，里面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特色的，蛮有味道。这是我种的那个竹子，有一棵竹子那么高，长到二楼了。不想跑得太远，就在马路对面的罗森超市买点东西吧，牛奶啦，面包啦。好了，进去买面包牛奶了。现在不下雨，一会儿又要下雨了。这个星期天天要下雨。卡路比是出来卡通版的，买两桶牛奶吧，牛奶没有了，然后还要买什么呢？看一看其他东西。东西都买完了，现在打道回家了，然后到了家就是点点香，喝喝茶，这就是龙哥每日的生活。今天没有过多的话题啊，外面因为又开始下雨了，所以也不想多说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好吧，结束语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或者每周动画又或者每月动画，咱们下期见啊，拜拜，再会，加奶，这样子了，再会。这家人家天天种花，是一对老夫妻吧，也有八九十岁了，每天在门口把自己的花坛都搞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。日本的老年人啊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还是蛮高的啊。这个院子都搞得干干净净，你看到吧？这个小花小朵的，连我都种不出来。种的你看都有层次感，啊，完全不一样啊。日本老人不需要带孩子，他们的生活永远是自自在在、自自由由的。这是一个日本的生活区，这边只有龙哥一个人是中国人。小巷子也挺安静的，啊，挺舒服的。整个小区差不多有五六千户人家，只有我一家是中国人。一开始我来的时候非常的排斥我，现在慢慢的开始接纳我了。
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好了，蟹到了，梳子还到了，梳子蟹，梳子蟹。那么呢，龙哥感觉还是有点小，太小了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，想象中的误差太大了，但没办法，已经到了。那接下来龙哥就开始料理今天的梳子蟹，葱姜。然后把它炒一炒，好像只有一个蛮大的，其他都是和手掌差不多吧，也就好了。这么多怎么吃呢？分两次吃了，两顿了。这就是算是今天的小彩蛋吧，那就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就这么大。觉得大不了，我觉得一般般了。新鲜还是蛮新鲜的，但是为啥不动呢？我等等把这个橡皮筋弄掉之后，看一下这个蟹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扯淡了。没有母的都是公的，听说公的它里面好像也有那个蟹膏的啊。那就不多说了，龙哥开始料理。大家喜欢的点一个赞哦，翘个大拇指发一个弹幕啊！2800块，这里应该是有5600块左右吧，5600日币啊。9个一共啊，一共是9个，我感觉真的是太小了。大家觉得呢？小还是大呢？日本的梭子蟹。好，开始动，开始动了。好了，切下边了，切下边了，梳子哈，总算烧好了。葱姜啊，辣椒，老肯定老灵啊。切下边喽，切下边喽。Yellow, yell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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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e日本的梭子蟹，米道酒家。